Today we are going to review the TV drama clip talking about the car. I will summarize this clip in slow Chinese once and say it twice in normal speed. Let's see if you can understand it. 在这个片段中，那位刚到公司的停车场，在锁车门的时候，钥匙出了一点问题。这时，他的同事从后面走来，笑着对那位说：“你该换车了，因为他的车前两天漏机油，今天钥匙又不灵。”但那位听起来并不想换车，他说开老车是一种情怀，同事却认为那位只是抠，不换车只是不想花钱，所以同事提到了公司的期权，意思是有了期权就有钱了，到时候换辆车就轻松了。那位开始问他，那要换什么车呢？接着他们又互相问期权分了多少。那位觉得这个问题太直接了，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对方，只是一边开玩笑，一边等电梯。在这个片段中，那伟刚到公司的停车场，在锁车门的时候，钥匙出了一点问题，这时他的同事从后面走来，笑着对那伟说，你该换车了，因为他的车前两天漏机油，今天钥匙又不灵。但那伟听起来并不想换车，他说开老车是一种情怀，同事却认为他只是抠，不换车只是不想花钱，所以同事提到了公司的期权，意思是有了期权就有钱了，到时候换辆车就轻松了。那伟开始问他，那要换什么车呢？接着他们又互相问了期权分了多少。那伟觉得这个问题太直接了，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对方，只是一边开玩笑一边等电梯。在这个片段中，那伟刚到公司的停车场，在锁车门的时候，钥匙出了一点问题，这时他的同事从后面走来，笑着对那伟说，你该换车了，因为他的车前两天漏机油，今天钥匙又不灵。但那伟听起来并不想换车，他说开老车是一种情怀，同事却认为他只是抠，不换车只是不想花钱，所以同事提到了公司的期权，意思是有了期权就有钱了，到时候换辆车就轻松了。那伟开始问他，那要换什么车呢？接着他们又互相问了期权分了多少，
纳伟觉得这个问题太直接了，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对方，只是一边开玩笑，一边等电梯。